你这么轻松吗？没事。对，星期六、星期天没事。上完了那时候，他心里不乐，就是一个话，这样。他有时候他上完了，心情不好，他就只有星期一、星期天的家庭，然后他就说，他就走，给他学生做的，他就说，累，还有精力。